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各位善知识，新年恭喜，恭喜大家，身心安乐，福寿正长，得大智慧。我们星期天讲的《大佛顶首楞严经》，现在讲的是第四卷，就是前面讲的是显如来藏疾苦因果。真有为法之前呢，是说明变异生死的疾苦因果。三种相续，世界、众生、业果，这三种相续，就是三界六道众生的疾苦因果，或业为因，轮转生死就是果。接下去现在要开始讲的是人之下第二显如来藏道灭因果。显如来藏道灭因果，我们已经因为听了三个礼拜没有讲，现在要讲这一个段了，先把这个科判，先科判把它理一个清楚。我们是依照太虚大师的楞严经摄论与研究里面的科判呢，来做全经的提纲。经中分就是正中分，正中分有三段，第二段呢叫做为说为是等流自悲而教。这一科分两段，第一悟证如来性觉，第二宝虚菩萨初心。现在还是讲的丙字下第一段悟证如来性觉。悟证如来性觉有两段，第一是积三道成三德，第二结一经立五明，结一经立五明在第八卷，所以现在讲的是积三道成三德。积三道成三德就有三段，第一是显如来藏，第二明圆通门，第三是菩提路。现在还在讲在第一显如来藏。显如来藏有两段，第一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圆悟，这就是到第三卷完毕，就是立万法来说明如来藏性之理，使学这个大乘佛法的人呢，从此大开圆觉，得到解悟。这个在第三卷嘛末已经说过了，现在第四卷开始啊，就是显如来藏的第二段。约四地显如来藏而劝妙修，约四地显如来藏而劝妙修分两段，第一因满慈年已而光显，第二因阿难是自闻而劝修。现在还讲在第一因满慈年已而光显，因满慈就是富罗罗，富罗罗根据前面的经文听过之后啊，他升起一些疑问，由此详细显示这个四谛之理，说明啊
这个应当要啊全性体修，体悟本有的藏性。那么应满之念一而光贤有两段，第一成千万许，第二次第开示。现在就是次第开示的四段文当中的第二段。次第开示第一就是显如来藏疾苦因果，啊，年底之前讲完的。第二是显如来藏道灭因果，第三显如来藏相本圆融，第四显如来藏妄本空寂。现在讲这个显如来藏道灭因果，就是道是修因，啊，正道究竟涅槃是果。这个道灭因果呀，看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只说灭，没有说道，因为道的修法在后边名圆通门，这里不必提早先说。而因为说灭，同时带住就说道，也就是说因为说果而必定同时提示这个因心，因为没有因不会有果，这个果是由修道的因而成就现在的果。那么因此啊，这个道灭因果经文里面主要是说的灭谛啊，这个灭谛呀，有深浅的差别。他约天台四教的藏通别圆四教来说，生灭四谛是藏教的声闻法，生灭四谛当中的灭谛涅槃，那是偏真涅槃，这里讲的不是这个偏真涅槃。通教的无生四谛，无生四谛下的灭谛无生，那也偏真，属于偏真之理，还是不究竟。经文所说的不是通教的无生的灭谛涅槃。别教无量四谛，无量四谛当中的灭谛涅槃还不究竟，那只是云中说果，所以经文所说的也不是别教的无量四谛的灭谛涅槃。经文所说的是属于哪一种呢？圆教的，圆教的无着四谛，无着四谛下的啊，这个无着灭谛究竟涅槃，简单说就是无明断尽啊，功德究竟圆满啊，这个究竟果觉的究竟涅槃。现在这里说的就是圆教的无着四谛下的灭谛涅槃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顺着经文来做解释。看经文呢，跟这个灭谛道灭二谛的理好像很难表现出来，我们先顺着经文来做解释。显如来藏道灭因果，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这个经文，我们先念一段富罗罗的问啊。富罗罗言：若此妙觉本妙觉明，亦如来心，不增不减，无障复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如来今的妙空明觉，山河大地有为喜乐，何当复生？这是富罗罗的问啊。富罗罗听过前面的佛陀说法之后啊，因为他问的是清净本然呢、云何复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那么意思就是说众生本来也是清净本然，众生的自信清净自信也跟佛国的究竟所证的果性并没有差别，
但是众生为什么突然之间升起山河大地诸有为相的这些有为虚妄诸法啊？因为清净本然在前，佛生山河大地在后，很容易升起一种的疑问，真能起妄，先有真后有妄，变成这种的看法。所以因此啊，既然众生的真心与佛国所证的真心没有差别，众生有真心，可是他会生妄，而升起这个山河大地诸有为相的这些有漏法出来。那么将来成佛呢，成佛回佛原状，还是原来的清净本然的自性。那么既然跟众生本有的清净本然的自性相同，哎，师尊啊，你现在成佛了，又恢复到原来的清净本源，请问你的山河大地什么时候再生？就是成佛以后是不是还要回来做众生？因为这个如果真妄会依真而起的话，不管你是不是真三妄，或者是真起妄，或者妄依真而起，不管你怎么说，总脱不了妄依真而起的这个情况。今天你成佛了，当然会有一段时间啊享受这个佛国的究竟安乐，可是是不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山河大地又升起来了？你成佛了，将来又恢复到众生，跟我们一样啊，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弗罗诺的问法在这里啊，我们顺着文字再做解释。若此妙诀，若假定此指成佛啊，佛所成就的这个妙诀，觉指佛的究竟觉，自觉觉他觉性圆满，三觉圆满的句，这个觉至妙啊，最为微妙，所以称为妙觉。而这个佛所成的这个妙觉啊，跟众生本有的妙觉明性，你所证的，我所迷的，完全相通啊。本妙觉明啊，就是众生本有的自性，本来自妙，本来也是就是那么微妙，本来就具备这个觉性，本来有这个本有的智慧光明，这是众生本具的。而这个本具的自信清净心的妙觉啊，跟这个佛果的妙觉与我们众生的本妙觉明完全相同，那么跟你现在与如来心不增不减啊，如来指佛果，跟佛的果位所证的自信清净心啊，再胜没有增加，不增再烦没有减少一丝毫，不减再胜不增再烦不减，既然本来就是不增不减了，哎，我们这些众生他会无障不生山河大地，无障无缘无故，无缘无故突然之间升起山河大地来，根本问题就出在这里啊。先说自信清净心，然后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一切啊三界六道的无明烦恼整个升起来了啊。那么无缘无故忽然之间它会升起有山河大地，种种有为之法诸很多，这些有为之法种种的现象，那么众生啊无缘无故突然升起来，由现在的这些依报正报啊，就是前面的世界相续众生相续
业国相续的这些三种相续的这些妄王，啊，这是众生无障福身的，哎，师尊，那你证到如来的究竟果的经的，现在你已经证果了，佛，你已经证到佛的究竟果觉，那你证到这个妙空明觉，这个妙空明觉就是跟前面的本妙觉明意思相通，本来自妙，当体即空，一法不可得，啊，越空如来这样说，法当体即空，没有一法可得，他本来自明，本来具备这个觉性，所以佛所亲证的就是这个东西，已经证到妙空明觉，如来经的妙空明觉，简单一句话就是你已经成佛了，你现在亲证到佛国的国威了，哎，佛成佛了，过去诸佛也是一样，现在佛成佛也是一样，都证到这个果觉，那么就跟众生本有的自信清净心，本有的自信清净涅槃没有两样，既然如此，众生的真心会突然之间升起三火大地，师尊啊，那你的真心将来在什么时候它又会升起三火大地，所有的有为的现象啊，众生的习气的这些妄法，有漏的无明烦恼啊，在什么时候又会升起来呢？何当福身呢？福在已经消除一次了，现在成佛了，将来会再生，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如果真的如富罗那所说的是这个样子的话，成佛没什么了不起，他只是暂时清净一段时间而已，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恢复跟我们一样了，那还不是差不多吗？半斤跟八两同样的啊，各位是半斤多还是八两多啊？你一定会想，八两跟半斤相同的，众生有八两，成佛有半斤啊，将来又恢复到原状跟我们一样，如果是这样子成佛没有什么意义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富罗罗不敢断定，怀疑是不是会有这个样子，因为原来同样是清净自信嘛，那你恢复的也是这个东西呀，那么我们都会生根三火大地，将来你成佛了，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你也升起三火大地来，又跟我们一样？富罗罗的问话根本问题在这里。看看下文佛的答复，佛的答复里面啊，他约四种的比方来说明成佛以后啊，不会再生妄，不会再有生死，从此之后永久究竟清净，不会有再升起三火大地诸有为相的情况，用四种比方来做说明。第一种是迷方，方向迷失，或难为悲啊，来说明。第二种，越眼睛有病，眼睛长异，那么看到空中有花啊，眼睛长异现空花，以这种情况眼睛好了，空花就不可得，来说明。第三种是金矿玉，来做说明，既然成为纯金，不会再回金矿。第四种是木烧成灰，寿木烧成灰，既然烧成灰了，不会再变成寿木，以这个道理来说明。以这四种道理说明成佛以后不会再生三火大地，不会再有诸有为相，无明从此消除，不会再生。顺着经文所说，我们先看第一段的这个话
佛告婆罗诺，婆罗诺问过之后，佛就对婆罗诺说：比如迷人以一去落，或南为北，此迷为乎因迷而由因物所出。佛用这个话先来反问婆罗诺，佛问婆罗诺说：比方说有一个迷失方向的人，迷人迷失方向的人，如好像有这么一个迷失方向的人，他怎么迷失啊？在一个去落里呀，去落就是村落，比如到了一个乡村，到了这个乡村之后啊，他把南方当作北方，把北方当作南方，所以叫做或南为北，或是迷惑，迷失了正当的方向，把恒春当台北，把台北当恒春调过来，那么这种迷失情况啊，他这个释迦万夫罗罗说，这个迷失方向的这个谜团，是因什么原因会有呢？因为他迷了才有，还是因为悟了才生？出就是生，是因为悟了才生起这个迷的情况。或南为的为北的这个迷呀，跟我们到个平原的地方分不出东西南北的迷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第一次来南部，从前住在狮头山，是山下的孩子，一向以山为伍啊，门一打开就看到山，一出门就长短脚，高高低低嘛，那么因此啊，没有看过平原，因为在那个地方新竹那一带差不多都是山了，平原很少，没有看到这个广大的平原。24岁那一年，民国40年，我到南部来，到屏东，屏东的广大平原呐，我走到这个农田中间，这个时候我就分不出东西南北，究竟东西南北在哪一个方向，尤其在中午的时候更是分不出来，日正当中啊，它没有偏哪一边，更是分不出它的东西南北。那么这个也是迷，可是这个迷是方向完全不知道，完全分不清。经文里面所说的不是这个样子的，经文里面所说的是把南方当北方，他是知道方向，知道方向，只是把方向搞错了，把南方当北方，把恒春当台北，把北方当南方，把台北当恒春，他这个说法跟我们全民的情况不一样。这就是比方众生啊，迷真认妄，只知道有这个妄法，就是南，这个南方本来就是清净的果的，比方清净果的，把南方当北方，不认清净的果的而迷失了，认到希望的这个种种妄法。宇宙万有山河大地一切万法，就是把妄当真，不知有真，以妄为真，所以叫做或南为北。这个跟我们完全迷失方向的情况不一样，如果只说完全迷失方向，这个迷失的道理呀，真妄不容易辨别。或南为北，南方就是南方，北方就是北方，
就是说真就是真，妄就是妄。可是现在你不知道有真，把真为妄，把南方当北方，以真为妄，任妄为真，所以说或南为北。经文像这些地方啊，如果你不细细去体会，不了解它的用意的啊，所以它不说是完全迷失方向，而是说把南北对调，他知道方向，只是南北对调，这就是说众生有灵明妙性，可是以妄为真，以真为妄，分不清真妄啊。那么因此众生的迷失情况，是因为他迷了才有呢，还是因为他了悟了明白了然后才有啊？这个也有道理存在。因迷而有，就是一向迷，一向不知道；因悟而出，起初知道，后来不知道。这就是以富罗诺所说的先有真后有妄，跟那个情况相同啊，因悟而出。那本来是知道的，后来迷失了不知道，变成这个样子，那就无明不觉生三细。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受八关斋戒，众解脱因，念弥陀圣号，求生极乐。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及弥陀要解开示，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传授。日期12月2日，星期四，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